嗨，大家好，我是平民百姓。今天为大家示范的是木魔高级的关卡。哦，这是我的队伍。基本上我会加一只施鸠，原因没有为什么。可能有人会觉得说，把暗珠转掉了，这样就没有攻击输出了。可是我主要加这一只的目的是要增加一次可以转型的机会，以防卡珠就GG掉了。好，现在废话不多说，我们来开始来做高级的关卡的通关测试。队友的部分，我还是选择也是兽队的，因为我目前要测试兽队的。好 ，CD 也是10，好 ，CD 5等级10。基本上高级的关卡应该还算 OK 啦，在巴哈上面看好像也没有太多人分享出来关于这关卡难过的那种一种状况。好，然后我只有暗的跟绿色的跟光的，所以基本上像这种反弹的我要一次就把它GG掉了。哦，转珠有点手残，不好意思啊。哦，像这时候我可能会稍微偷偷储一点 CD，希望不要把它干掉。哦，combo 有点多。哦，没关系。哦，因为我的卡牌基本上都是记满的。哦，像这个就比较麻烦了，一次就会被GG掉了。所以可以的话，尽量可以清就把它清掉。哦，因为我刚刚没有看到五连的，哦，所以哦也是选择了一次把它清掉的方式。我尽量留暗珠，因为暗珠可以一击必杀。我现在就可以稍微击一下 CD， 应该是还不会死吧？很好。好，因为我有三只黑狗，所以随时随地我就可以开心补血了。这个组合有点棘手，我可能尽量五连一次就把怪全部清掉。可以看到我的 combo 数大概是3到5 combo 而已。哦，所以基本上看到我的打法，大家会信心大增的嘛。哦，我在转这时候，我也可能先稍微补一下血。哦，先击盾。哦，血量有点少了，这时候我就先转个新珠出来。把血稍微补满一下，再来 KO 他。哦，水波掉了蛮多的。哦，巨象据说是双生共体的嘛，所以可以的话也是一次把两只一起干掉。血有18万多，
伤害还 OK。哦，手残，没关系。哦，打了左边那一只，当然我右边也要补到一下。哇，当然这关我会建议说边打就要边补了。啊，右手残。啊，大家看到我的手残之后，应该就对自己的技术就非常有莫大的信心了。哦，差点进去。好，在左边补一下。当然，如果你贪快的话，是可以直接开大绝把它狙击掉了。只是如果你用全转性的队伍，可能就要像这样慢慢磨。我可以发现少了一个火珠，打起来还蛮好打的。说实在的，因为你的珠珠。需求的猪猪，你像我就是只有水珠卡住而已，想应该可以狙击他们了。嗯，还蛮轻松的，不是很难打。哦，我习惯指定攻击力比较高的怪型攻击，然后这时候转型保险补一下。因为后面会发生什么事不知道。好，我用全体攻击。基本上如果不是 CD1 的话，我会储一下技。因为本身我有蛇女，还有五回合，基本上打到网是没有什么问题的。但是可能也不是用在网身上，也不一定。这个部分，我可能我先打狼吧。哦，用全体攻击。因为打十只九只，第九回合啦，第九回合那一只的话，可能技能都会除满了。疾风神射手伤害大约7890左右，这个资料是从巴哈里面的字版，哦，猫那个佣兵战场墓虎之女虎之灵的魔女分享区，哦，里面所得来的资讯。这一只应该蛮轻松的，攻击力只有7000多。哦，大招我一样我不放。哦，但是转性的话，它随时要记得血量的补充。因为下一回合就是维尔丹帝了，所以也要注意一下自己的 CD 是不是够使用。基本上我认为这一支是要来消耗你的那个技能的部分。好像你看我三只三只黑狗跟一只狮鹫，四只转星就会消耗掉了，所以基本上
技术不是很好的可能要稍微小心一点。应该可以直接GG掉了，所以我不打算再做转心的动作了。有点危险，不过还 OK。我决定要在这一关直接就爆发绝招了。我有丹帝的血，没记错，没有看错的话，应该是38万左右。而旁边两只大概血都8万左右。旁边两只，假如没有秒杀，他会每一回合都补血。命维是维尔丹帝，等五星的这一只攻击力4000多，4587，旁边的1867。所以这样又一回合攻击下来有8321。所以简单来讲就是你没有GG他，他就GG你了。保险起见，为了避免GG，我开蛇女。因为在 BOSS 上，在 BOSS 关卡基本上用不太到。虽然觉得开了可能是浪费，可是我觉得没有差。重点是通关啊。我尽量的话，有机会的话，我会把水珠消掉，因为水珠真的蛮碍眼的，我又不能转，又没有攻击力。打 BOSS 这时候我不建议那个，就是把大绝转掉。应该说不建议把这个三个转心的用掉，因为每回合都会扣血，所以我就直接心转暗，转一点输出攻击而已。王的血大概有102万，有看到他没有攻击，可是我血还是扣了。好像现在台面上只有三颗星珠，也就有点危险了，这时候我就先转。没有，王的吸血加上他的攻击2000多，现在扣下来的血量是不少的。记得补血。然后顺带攻击。看到我的血量扣得蛮快的。所以可以的话，我甚至连光珠我都会保留下来转。我尽量不转暗啦，紧急的时候再来转就好了。暗珠要留下来做攻击。场上的
新出还蛮多的，所以轻松打。哦，有很多光珠了，我又可以再转一次了。补的有点少，这时候就有点危险了。好像现在场面上只有四颗光珠 CD 二，我选择把暗珠转出来。好，因为技术不是很好的话，就是像这样玩保险的打法。康博数太少，造成补血量不足，这也是一个问题。所以这个。尽量还是把抗魔术提高。哦，像我被打的话，王加上吸血总共6000多滴。哦，场面上珠子又变少了，所以，哦，我再转一次。哦，我们保险的打法。好，就靠一些天降是可以补一些血回来的。好，再转。好，尽量转心虫就带着，不然这是一些补血虫之类的。吸血我觉得太少了，我是建议啊。应该差不多了。再转，好，可以看到，好，像我转完，你看，像这个光鸠，还有下一回合又可以再补血了，所以 CD 5是蛮重要的。哎，GG了吗？非常好，有没有卡片？非常好，没有卡片，就是他妈的烂宝箱啊！不，他妈妈的宝箱很烂啊！不好意思，讲了一个冷笑话啊！大家不要那个就是见外，好不好？好，以上是福之灵的魔女高级的示范打法。如果大家有任何意见，还是一些其他的打法可以提供的话，也欢迎大家提供一些相关资讯给我，留言给我也可以。谢谢啦，拜拜。